今天呢是7月12号的9:45一早上。今天呢我要从卡萨布兰卡离开了，吃个饺子，这是出门的饺子啊，出门的饺子，回家的面，这中国的传统嘛，这是我们厨子包的。我在老范这儿一住住了22天，彻底是休息够了。这装备物资啊补给的啊也搞定了，一会儿我陪你一段。哦，骑车是吧？我骑车，啊，你在前面走。对啊，我们一块儿走一段，出城我就回来。好，老范再送我一程。今天呢是我环球骑行第，按理说应该是365天啊，就是整整一年嘛。去年的7月12号出的发，今天呢也是7月12号，但是我那个记数字那个怎么记到367天了？你要说多一天有个闰年，我还能解释得过去。我这多了一天又闰一天，我都没搞懂。看一下我这个新包。刚才呢，又让我们的小王师傅厨子给我理了个头。头理的舒服多了。这个包啊，刚好够我用。好了，现在呢准备正式出发，老范呢送我一程。那行，一路顺利平安啊。好，谢谢啊，谢谢张哥哥。好嘞，照顾啊，回头再见。好，回头再见，微信联系啊。那我们就先走了，走。哪个方向呢？往这走，这走。啊，好。走了。好嘞，回见啊。好，微信联系啊。好的，好的。哦，哇。我这个车啊，好久没这么重过了。这个目前为止是我最强的状态，就是后边呢这个50升的大驮包，前面两个呢也是这个新的布鲁克斯的驮包，国旗的话也换了一种，就是双面的，而且是缝了边的，基本上的话用很久。新装备。对呀，啊。走，我成功呢带了老范进入这个自行车界，骑行界。老范，你哪一天闲着可以考虑一下，天气好，从这儿骑到拉巴特，是吧？回，对，回天安门，这看一下嫂子。他往河边走，马上到城了。啊？完了吧，死了，马上到城了。哦，就这儿。哦，好好好。好，我们现在走到一个加油站来喝点东西。哎，热。哇，还是太热了。哎，帮我把这个盖子掀开一下。掀干嘛？拿这个喝不得劲儿啊，这个。哎，我这一个手。哎，好了，可以了，可以。那哎呀，这帮舒服。来来来，这个太舒服了，这个太热了。来来，干一个，干一个，太热了。哦，夏天的味道啊。它这也是无糖的。不用。无糖的糖。
拉姆，相当于人民币15块钱。然后呢，就点了个沙拉，这个沙拉是，10块钱的沙拉，相当于人民币7.3块。就是天气太热了。吃了饭呢，我就朝这条走，塞塔特，走这条路 N9， 大概有个30公里就可以到了，然后找个酒店住下。哦，这太热了，我得明天得换上一个策略了，就是走早一点。这边这个绿化还行啊，就这个路有点磕碜。我的这个帽子呢，还是在中国的包头买的，跟29一块逛街买的。我的冬天我都没有把它扔了，也没有把它邮寄回家，我就想着什么时候到了夏天就可以用了，结果这不是吗？已经是用上了。还好有这个呀，不然的话我的这个皮肤或者是就是脖子这一块肯定会被晒伤的。大概还有几公里就到塞塔特了，但是呢又出问题了。哎，我刚才走着走着噔的一声，我就心想完了完了完了，又断了一根辐条，看到没有。哎呀，看来是这个轮组啊，这个辐条已经是真的是疲劳了，再怎么调都没有用了，除非就是说是把它发到国内，然后呢把这些轮组所有的这个辐条全部换一遍，重新编一个，估计还有救，不然的话没办法。因为现在的话负重真的挺重的，还好呢我是新买了一对轮组，大概星期一吧或者星期二就发过来了，问题不大。而且我新买的那对轮组呢非常厉害，就是用这个布斯奇 A 总的话说，就是基本上就是长途旅行顶尖轮组了。还有这个外胎，我的话现在是这个马拉松这个外胎，现在呢又把它改成这个 Plus， 就是增强版，因为新的轮组和新的外胎来应对这个非洲的这个路况了。哎，难呐，哪有那么容易啊，都是一个环节套着一个环节，哪个环节都不能出错。大概呢还有1公里多就可以进城了，塞坦特就在那边，我是被抢害怕了呀，一朝被蛇咬是10年怕草绳，我就在这个位置吧，这样子安全一点玩手机。我又草木皆兵呀，我现在是打算到这儿住，这家酒店还像个样，就看了一下照片，也是那种能住得起的吧，就这样子的房间。导航一下，很近，1公里多吧，休息一会儿就过去好了。哎，好热。这个小城市还蛮不错的，给我的感觉是很精致的一个小镇。这是属于小镇吗？还属于小城哦？我估计在我们国家它就是个镇，在这儿估计是个城。哎呀，希望今天能找到一个很好的住宿，而且有 WiFi， 快一点。这是哪儿呀？这个建筑好漂亮。摩洛哥他们的这个政府单位很有特色啊，这是个银行。我看我要走哪里呢？我呢，刚才在这里转啊，好不容易找到这家酒店 hotel。刚才呢，跟那个小哥商量了一下，他开价标的是230，他跟我说200，我说180行不行？哎，
is my husband. Welcome. Yes. Hey, this hotel name? Almacila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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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es, Almacila. 这个酒店的名叫 Almacila. You are welcome in Morocco. You are welcome. Yes. Thank you. Please give your money.因为我跟他讲了个价，你看这边写的是230，最便宜的就是一个人 ，single。然后呢，我给他讲的是180，给他给200迪拉姆就好了。一般的话，这种就是酒店，他是不需要什么押金呀什么的，一般不需要。啊，哇，真的是太热了，我要赶快洗个澡，然后呢出去转一转。这个小镇真的好漂亮哦。我呢就把自行车锁在这儿就好了，护照放进去，这个国旗呢是可以拆卸的，不可能把它放在这儿，万一有小孩乱动，就是有点难取啊。